小助理，听说今天你正好过来。真的？我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上次可把他那个得病了，我可不敢见他。赶紧走，快快快快快快走啊！哎，杨华啊，转正了吗？啊，李正老师，我正要去接您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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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搬凳子坐坐坐坐。我还没转正，正在努力中。你搬凳子坐呀！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你今天有什么主推品话说要教我吗？哦，不敢不敢，我还得跟您请教。有一个那个巴马的马上有福的一个爆品返场，之前我们在年货节卖过。哦，三种茶叶，一共12罐，这是送的品鉴装。哇，挺多。对，产品了解了吗？嗯，工作证准备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准备的还行。产品的核心卖点是啥？啊，上来就这么严肃吗？就是我觉得它首先有两点，第一个是品牌，嗯，它是巴马家的，就巴马一直是做茶叶的高端品牌嘛，嗯，线下有店。茶世家，我觉得第二个是他们的茶叶的组合，它这个茶叶一共有3种茶，铁观音、金骏眉和大红袍，就是一种颜色一种茶，这3种茶又是我们现在适口性和大家喜爱程度比较高的一款茶叶，而且它的克重是400多克，将近1斤，大克重。那它要做爆品返场的话，还有啥优势吗？商家说它有一个那个价格优势，它外边是两盒的机制卖。嗯啊，我们直播间卖268，现在就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咱们其实年货节卖的时候就是268，所以我觉得它在价格上的优势是对比外边，但是它多了6个品鉴装，啊，这里边有3种茶叶的品鉴，啊，有一共6盒，啊，现在我们多了6盒铁观音的品鉴，产品功课做得不错，进步很大嘛。谢谢谢谢。嗯，那你为啥你爆品，年货节爆品很多的啊？啊，你为啥选这款商铺，不是别的时间，也不是其他的爆款茶叶？啊，这个没人跟我说呀。你站在用户的角度再想一下。站在用户的角度，站在用户的角度，那是不是因为马上过端午节了？我不知道呀。答对一半，6月22号马上端午节了，这个节点呢，肯定有人就是要买茶叶去送礼。这个需求是对的，然后年货节的时候我了解了你们啊，就是单场销量5000件以上的，用户喜爱程度高的就这个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嗯，这个就是返场的原因，一个是节点，一个是销量确实高，用户喜爱度高。好好好，嗯，我记一下，记一下。嗯，差不多了，走吧，跟我见木爷去。啊，嗯，见木爷干嘛？慌什么？这个那好好说说呀。你要说这个吗？当然要说这个，我们公事公办啊。完了。这么晚了，我还跟他说，如果这个茶咱卖的好了，那肯定有你的功劳呀。啊，嗯，谢谢。